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宝，今天咱们来喂一下这四只纯黑色的小东德。大家看一下我给它喂的是什么，也看一下这四只小东德的食欲。我给它喂的就是鸡肉泥煮熟，然后掺狗粮粉。狗粮粉就是狗粮没有被膨化之前的粉状，它膨化一下然后就能做成颗粒状，这种粉状的呢它更容易吸收，你跟鸡肉泥和在一起想和成一个糊糊状，这样更容易吸收消化，而且营养价值也特别高，营养也特别全面，我都是这么喂的。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看他们有多溜，看见食物太溜了。食欲就是这么好啊。还有一盆。天哪，厉害，这个好凶啊，这个现在护食了，东德脾气就是暴，这个比较厉害，这个比较厉害，看给他吓得都不敢吃了。吃完了，不到一分钟，一会儿舔的根本就不用刷。肚子都吃起来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大家拍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，我是小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